别好，别说话。你不要动，我来动。现在以后你把你们 PI 合同里面表什么都上传到 APP 上，然后跟家庭进行共享。可以啊。嗯。放个小大箱。你不要太靠近。东西所有的，你就要建个面夹了。嗯。咱们电脑上每个客户都有单独的一个面夹吗？对啊。对啊，这个面夹你肯定得有用的。可以。无论说你请假了，别人去上班，你别在那住，很难找到你面夹的。嗯。我来动一动，手机表上贴有手机号、电话呀、邮箱什么盖上。好。好，来个蝴蝶。快的都三点钟了，所以我都写一百多块钱。掌握好，把好的一面展示出去。你这近你就写的近，你不要太靠近了，你这样拍出来不好。他现在都写近眼窗，现在配的时候都是光电，要不要放上个咱的画册？画册。嗯。嗯，行，那个你有。你有。给我画册。立到这里，我能拍到咱 XT 那边就行。等我最后。嗯。君姐，你再重新打一张。嗯。打一张，把你的那个邮箱加上。每一个都要展示吗？嗯，你不要靠着手机太近哈。嗯。别太近。嗯。啊，你们今天过来吗？可以。你今天过来行，因为我昨天我想了这个事情。太近了。他家放出来的东西六零六三号的，他放出来的东西嗯，怕画画色，嗯，知道。好，看看我对，然后整起来一个，知道，画册放那就行，你放那。嗯，完，好，完美。